来台北市长郭文鐵，伊的外号是阿伯。这个民众党昨暝伫个宜兰罗东夜市来举办着阿伯甲你做伙洗夜市的活动，明明就是为着年底选战所举办的造势行程。不过郭文鐵也是甲这个规格甲扭转，变作总统大选的征召战。郭文鐵讲，2024选郭文鐵做总统，才会当来打破着哪里的恶斗。伊阁来批评哪里两党的台北市长的参选人，讲蒋万安无伊的聪明，讲陈市长想老了。总统好，听着活动主持人话总统好，郭文鐵惊一条光甲动起来，那就歹势。郭文鐵想要做总统，这敢是全世界拢知影代志。2024为什么选柯哥当总统，才能够打破台湾蓝绿这种恶斗的问题，台湾才能够重新成为一个合作的国家。民众党为官员参选人做事，专人请郭文鐵到宜兰罗东的夜市啊，因为防疫问题，伊并无溜嘴暗食物件，也不过若要翕相的拢无问题。虽然人伫宜兰，也不过郭文鐵上关心的是台北市长的选战，挺黄珊珊到底。黄珊珊是有准备的，他只要当选，无缝接轨。蒋万安有柯文哲聪明吗？蒋万安有柯文哲身体好吗？当市长不能太老了。火力全开，郭文鐵将战线扭长扭到2024年，将县市长的选战副选行程当作是伊家己的总统大选在做事。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